就去过的吧，就徐家汇龙一期一号一案就行。啊，一期一号，就是那个五塘江那边吧。 新完的还是什么？刚刚干多少时间？一个月不到，那你这个地方，正正往北走，然后不是过第一座桥右转弯，然后过第一座桥右转弯，然后再是过一座桥左转弯，进门正门看到这条路。 是阿耀皇前面的那座桥。正正府往北过第一座桥，过第一座桥左转弯，哦，右转弯。